就要更高一点。对，好，先看奥托又先主动出击。哦，气功的确啊，趁那个签名没有气的时候，哦，哇哦，这个确认一个确认失误，太失误哦，给投一投机会，也有可能是投一投高走到你一个四路的范围哦，没有错，骗你四路喷出来，喷出来哦。好哇，一个开场 Tokido 情势大好，漂亮一个退康，站亲手确认一叉旋风脚，自然被反关角落。好，刚头应该是跳被点，对，应该是被点下来。嗯，哇哦，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这些一线的选手，可以在两个人面对面蹲在那边都不动，就是看你要做什么再做。对，没错，一般玩家大概就会很紧张，第一要退开，第二就是想要开始乱点，开始点，没有错，要把对手推开，对，离我远一点。对，但反应快的选手就是有这个本事哦。对，好，打一个换边，哇，一个 counter 很赚，凹没凹到，这个防凹很伤，而且进角落快晕了，但会不会 V 板出来呢？好，硬爆，直接硬爆，裸爆，裸爆就是逼你要后退了。对。Tokido 应该是想要用五 HP 去升那个对方的五 HP。哇，这个插盒够水准。大家应该很少看到在面对欠咪爆 V 的时候还敢往前走。对，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往后走。对，第一个反应往后退。好，但是 Tokido 凹了一个。哇，这个应该还有残血。这个连段很酷炫啊，又防凹，又防凹，对，又防凹。一场如果被防凹到两次，大概后面会真的不太敢凹，真的就输了。对，我说你要一场被对手防凹到两次，你打出伤害大概就在五六百了吧？五六百一定喷呐、啊，一定喷。对，然后千米又是个血才九百，才九百的，九百而已。九百 ，OK， 才九百。晕眩九百五，这季、okay. 这季调多调了五十，多调给你，让你不要那么容易晕、欸，对，不要那么容易贫血。好 ，Tokido 一比零领先。头盔打千米最重要的就是阻止他进攻，好一个升龙，没错。但是没有气的时候，可能或许好鬼可以先主动一些，安定一点的对空。欸、对。哇，刚失误了哈，感觉刚是头盔头出一个战重脚。对，战重脚，可能应该是要升龙才对吧？哦，他可能想说他看得很准，嗯、因为有踢到有机会会，他想说可能 cross counter 是的。对哦，哇哦，两个周旋中哈，周旋中。但 Tokido 现在 V 满咯，对，也不随便爆哦哦，趁没有气的时候先发一下。但是现在 NLV 也满，有机会也可以拍照哦。对，好爆了，果然好，跟着过去，好也爆了。哦，聪明，这个被逮到没办法。全气功啊，钻到就赢哦，钻到就赢了。好，不动哦，不动，想打那个想退康哦。Tokido 也不解。对。好，现在局势倒向 Tokido 这边了，对空整容，有可以安定压制，继续压制，好一个消费，好 NL 现在不敢凹哦，角落应该是想要是不是想要下中角确认 CA 呢？很像，但是现在 NL 不敢动哦，对，定在角落，时间剩十四秒哦，但这个血量好，一个后摔，哇，一个应该是防凹背后摔摔到了，没错。Tokido 很明显哦，他这次打 NL 对策可能防凹配比较多，因为 NL 是蛮敢凹的哦，有达到效果。嗯，他 NL 前面两次防凹被防到，有点伤啊。对，有点伤。对。哦，一个打到之后选择偏旋的连战，漂亮。晕了哦，直接把他打晕。这样子一个震动机器，跳中脚，站中脚，中脚，没错。很痛啊，这个连段很痛，强血、啊。好，再一个消费想摔，但是血量裸爆 V 在逼推的后退。头盔头知道现在血量大幅领先，没有必要把自己锁在那边跟你硬拼哦。没有错，应该是会有一个有 V 就 V 反的一个策略哈、哦。对，反正后面空间这么多、哦，对，拉点空间出来看看你要干嘛。要看的，应该是哇，下中角确认，这个这不容易，就是我们讲的单发确认、哦。对，他确认你有。踢到了，然后再靠自己的反应把那个后面的连段给带出来。是的，我觉得那个像这种二零 K 单发确认的，我觉得多少可以看出今天一个选手状况好不好。所以 Tokido 刚有在后场冲刺有差，应该是有差。OK， 好 ，NL 现在也换他跳出选角画面。嗯，
这一盘的比数跟以及局势有点像刚刚上一盘哦。对，先打板商，先一开始一个2-0，感觉是气势大好，结果板商跳出来思考一下，就不一样了，倒打让二追三，我们来看一下 NL 有没有机会。嗯。NL 甩一下手 ，NL 也没有退路了哈，在那个胜部输给卡巴之后，哦，那个没有退路了，对。恩柔可能他想说，他刚刚前面就是起身凹森龙那两次，我觉得对他很伤啊，很伤，这让你原本想好的策略可能会有些乱掉。对，然后后面变的是不太敢凹，这个会影响，多少会影响一下气势哦。对，因为你可能借由不敢凹，或者你比较不敢做一些大胆的动作的时候，就比较麻烦，你就相较会稍微保守一点。对，我想要一个退康，这个很够水准哦，直接一个下中拳，好一个连段。哦，直接投两次前前哈，这证明 NL 真的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刚第二次前前其实应该是会被确认带走，我觉得 Tokido 目前气势来了。对，好 ，NL 看出来目前很紧张啊。对，状况似乎还没有调过来。现在整个压力导向 NL 那一方哦。没错。Tokido 看得很准哦，看得很准，该抢点的时候就抢点了。对，果断，不犹豫。因为这两只都是走速非常快的角色，所以在力回中，坦白说是要很吃反应，很吃反应，很吃反应。哇，一个确认反压角落哈，会不会想要等 V 反呢？看 Tokido 是压得很果断哦，前面两次反凹到你，现在又退无可退，你不太敢再凹了。哇，还是敢直接负二凹，这就是 NL， 心脏够大颗，不错。他想说，哇，不错。连段一个带 CA， 我猜是残血吧？对，我也猜是残血。哎、欸，带走哎、欸，好，这就是好鬼。Okay, 血量金钻石，你就是贫血没关系。对，至少希望是帮 NL 打了一剂强心针啊。好 ，NL 抢了一灯回来，也抢了一点气势啊。是，但是现在资源是大不利，满满直接先抢血，用一杀对轰。好，现在 NL 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但有的就是胆子，对，有的就是胆子，往前跳啊，又被打回来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、啊，而且还在角落哈、啊，快再撑一下，快满，再撑一下，Tokido、欸、我也知道，哇，这个不老师又被Tokido的迷魂步骗到了，对，没错，这个压角落很关键，好，暴毙硬爆了，嗯，爆了，下重拳爆，完面，再不爆不行了，没有命中，我也不管，哦、哇，这个。感觉一个小失误，应该是失误喷出来了，应该无伤大雅，无伤大雅，因为距离很远哦，而且血量现在大幅的领先。对，好一个后摔，好，他没有 VT 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时候要爆呢？嗯，什么时候爆呢？哇，现在 NL 残血，对，但是有两个气，一套是打不死哦，一套是打不死的哦，而且。啊、哦，太痛苦了！近距离，近距离的发波、嗯，完全没有准备动作，很难做反应。应该是想要空差。